好啦，用咩冷气？未啦，你还阁少年的啦。啊，这你真正捌去。当然啦，本来就少年的啊，少年卡。无啦，啊，其实就是安那，就是因为咱这好，咱这好朋友来斗陪伴。唔是，我还感觉咱的心情啊，了较好的人较袂热，关注就较袂很忝。嗯嗯。真正啊，忝是倒了门承受忝，啊，不过你一请笑我，你唔装忝，你听无？有影真正。真有影。真正，因为你。一镜头一翕开尔吼，你有随精神去起来。精神啊，来，你精神啊，叫俺练练啦吼，人啊看到人，你袂将困别人困呢啊。哦，有影啊。哦，对唔对哦。有影啊。真正你嘛看在恁的影响人啊。对啦。恁若要做哪唔做吼，就真正呢。你要看连讲话拢声拢骚骚啊。系啊，就想一点钟啦。别切啊。那也袂看字啊。别切啊。对啊，好啊，要睡三分钟尔嘛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要落山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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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嘛得困较饱咧啊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再见，好好晚安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咱阿花姐姐啦哈，啊嘛感谢咱电视前遮侪好朋友啦，今仔日安尼吼，安尼啊，情意相挺啊，常常咧讲即句情意相挺哦，今仔甲真正吼有迄个感受对啊，真正有当时啊吼阿常常咧讲，咱电视台吼，尤其咱天台，咱遮所有主持人咧，上吊就是爱咱的遮吼，大家电视前遮好朋友，吼来甲咱斗收听来斗听，有当像你讲的讲，我阿常，我你主持七点钟，啊唱，啊搁啊讲，啊讲了搁唱，唱了搁讲。吼，啊，过来安尼吼，一寡安尼吼，哩哩杂杂袂晓一大堆安尼，安尼七点钟，遐叫阮吼主持十分钟，就伫遐丢丢单，有影啦，这真正是安尼。但是通条是安那，可是因为咱电视前，咱遮所有好朋友对着咱的精神上的支持，吼，对咱精神上的支持，你也起来含咱互动，哇，讲真嘞，咱知影有遮侪好朋友，啊，搁咧收看咱的节目，当然嘛是爱打起精神吼，努力做着好节目呢，和咱电视前遮所有好朋友来做欣赏啦吼。啊嘛，感谢今仔日好朋友吼，哇，遮侪点钟的这个陪伴啦，啊，终于嘞要下线了哦，要落山啦吼。啊，上个规个小可已经较放松啊，所以讲电脑精神愈来愈好，电脑精神搁多好啦吼。啊，但是嘛，再一次谢谢咱电视前遮所有好朋友，今仔日吼这七点钟的这个陪伴啦吼，马拉松啦，今仔日真正是马拉松的对啦吼。啊，这节目呢嘛已经到尾声嘞，啊，祝大家呢晚安。啊，一夜好眠以外呢，下个节目是同款，明仔载咱十点到十二点，咱的乡亲相爱哈，再见，拜拜。牛樟菇是台湾深山中的红宝石，伊生长伫个海拔200至2000公尺深山中的国宝级保育树种牛樟树上。是台湾独有的国宝级珍贵菇类。早期住到高山的人，使用牛樟子是用来治疗肝病以及解毒为主。另外，民间则是肯定牛樟子有祛风行气、化瘀化火、解毒消肿、镇静止痛以及抗肿瘤之效，同时伫个解酒的效力上更是一流。此外，民间更流传牛樟子伫个治疗感情上特别有效。近年医学机关研究发现，牛樟子有抗肿瘤、增加免疫能力、抗病毒、抗过敏、抗高血压、降血糖、降胆固醇、抗细菌、保护肝脏、抗氧化效果、降低急性肝炎、预防骨质疏松症、预防心脏疾病、消毒自由基、提升细胞活动力、解毒、排毒、解酒、解宿醉。顶顶以上功能。番茄是大自然赐予咱的礼物，是目前世界上专家公认上伟大的天然抗生物，具有强烈的抗炎性、抗菌性、抗氧性。抗老化、抗病毒细胞活化性、强化免疫力。正常人服用番茄了后，会渐渐改善身体机能的免疫力，排除体内的毒素，清除自由基的伤害，软化血管，预防多种的疾病，使得身体机能更加健康。因此，番茄具有现代万能丹的美誉。叶黄素又名植物黄体素，是一种真好的抗氧化剂，
保护细胞，避免受到自由基的伤害。叶黄素存在伫个咱人体的目睭、皮肤、脑部、心脏等等，来维持遮个部位的健康，尤其对目睭特别重要。是视网膜白内障上重要的营养素。咱人体的目睭内含有真高量的叶黄素，这种元素是人体无法度制造的，必须靠叶黄素来补充。若是欠缺这种元素，目睭就会失明，所以要对食物中来做补充。红景天伫个西藏的医学当中是极为珍贵的药草。红景天生长伫个海拔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当中，因此采收量并不是真多。过去只有皇帝才能吃到红景天，一般的百姓。